看来你对当年的事情十分了解啊。于大夫，怎么是你？陆姑娘，不必惊讶，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。大案落幕，盗掘太师织女墓的四名盗墓贼皆惨死于棺材之中，案情陷入迷雾，凶手踪迹全无。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当年盗掘太师织女墓的盗墓贼还有第五人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是画本子的作者，如果我用画本子告诉天下人盗墓贼其实有五人，再加上我对当年事件的真实描述，凶手就会为了第五人再度出手。我懂，但我不能拿你当破案的筹码啊！眼下凶手还逍遥法外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是荆州府尹，抓凶手那是我的事儿。可是现在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呀。办法总会有的，我不能让你以身涉险，我做不到。青丘，姬信时当初因为看了我的画本子行凶杀人，我不想我的画本子只会误导人作恶，我的画本子也能匡扶正义，为民除害。只见这第五名盗墓贼拿出铁锹，在这第五名盗墓贼的指挥下，其他四人撬开了墓中红土。这第五名盗墓贼贪婪地看着棺中无数的财宝。话说这盗墓贼的第五人呢，心狠手辣，人也狡猾，石开阳四人未曾想那女尸竟然死而复生，吓得那是拔腿就跑。可那第五人却不信神鬼，拎起一把砍刀直接冲了进去。只见那女子明艳动人，哪里像什么鬼怪，抓起那女子的头发就活活塞进了棺材之中。石开阳四人此刻也不再胆怯，斩草必要除根。他们五人合力将女子塞进了棺材之中，任凭那女子是哭喊求饶，也是不为所动，生生将其闷死。从此获得了万贯名宝。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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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陆大人，大人，陆姑娘的画本已经传遍全京城了。根据我们的引导，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相信这是真实故事改编。你说，倘若一年前我真的抛弃了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杀尽天下负心人。这倒是个写画本子的好题材。为情报仇，伤人伤己，同归于尽可不是一个好主意。那如果我当初没有去荆州，而是去了一个谁都找不见我的地方，你会怎么做？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你，然后让你重新爱上我。那说好了，从今天起你是我的人，不许反悔。
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之前你送给我石油，我便想着那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，我也得送你一个。那是陆父的油脂。这是雄鹿的鹿角，这是我自己磨的，你喜欢吗？这里到处都是易燃的白火石，千寻，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？不会的，我才刚找到你，我还没有把你娶进门呢。